人祖雄在上个月向女友加纳求婚成功，随后两人更宣布了怀孕的好消息，双重喜讯让网友们感到十分惊喜，纷纷为他们献上祝福。加纳透露，由于两人要办理跨国的结婚手续，接下来需要时常往返大马和乌克兰两国。祖雄在第一时间询问医生，孕妇是否能在怀孕初期搭乘飞机，医生给予肯定的答复后，不忘提醒他们，拥挤的经济舱可能会让孕妇因为久坐导致下肢肿胀的问题，所以建议孕妇坐商务舱比较好。祖雄随后将有限的预算全用来为加纳安排商务舱，自己则是乘坐经济舱，让加纳十分感动，直呼自己最爱祖雄了。该贴文一经发出，就引来网友们称赞，纷纷表示他嫁对人了。而祖雄也甜蜜回应爱妻，像极了热恋期的情侣，真的好令人羡慕啊。